我扮演的是薛平贵啊，老生行当，生旦净丑。好，旦，然后是青衣中的程太青。好的，这是我们非常难得的，因为现在中学生能够唱青衣很棒，但能唱程太青衣的在北京确实也很少，所以我们这位同学给他鼓掌吧，好吗？旦唱特别漂亮啊，来旁边这个，这个也很好看，这是我们的，能看出来两个都是这个就是公主太后这感觉是吧，皇后，但是不一样的装束，来说一下。扮演的是代战公主，我是梅派青衣。好的，花君山，你现在咬字，老师说啊，我们花君山音准非常棒，我们把这个字咬得再清楚一些。花君山，跟我唱。花君山，非常好，给他们鼓掌啊，特别棒。